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乘开来以后的话，会等于二的 n 次方减一啦。那么他问说哈，这个 n 应该多少？我们看这个的话是八减一啊，这个是八加一啊，一乘以后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八的平方哈减一。好，那八的平方减一乘以八的平方哈加一哈，这两个一乘是八的平方的平方减一啊。那八的平方的平方减一是八的四次方减一嘛？那乘以这个，就是八的四次方的平方哈减一啊，就变成了八的八次方减一。八的八次方减一乘以八的八次方加一，这就是八的八次方的平方减一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，这是二的三次方，啊的八次方的平方嘛，二八十六的十六次方啊，哦，二乘进去嘛，指数率嘛，啊十六，这八的话是二的三次方减一，所以是二的多少呢？三乘以十六的话是四十八减一啊，那这个等于二的 n 次方减一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n 是等于多少 ？n 是等于四十八，所以答案是四十八。